说，书中，书中我是回不去。对了，我在包黑子那儿给你存了一些银子，那可都是哥攒下来给你当嫁妆用的。你赶紧回去取去，万一被他黑了，那就麻烦了。我的妹妹长大了，你好好照顾自己。你们走吧，把丈夫带回开封府。我想跟我哥单独待一会儿。小琪，我没事。你们不用管我了，带走。我们远远看着他憋了这么久，真的不用我上前帮忙吗？这条路还是留给他自己走吧。穆姑娘，